给到中路朱恩乐，又是遇到压迫，赶快再送出来。陈昌元假动作找人，直接往禁区送，成功了，我进了，我进了，成功了，太漂亮了，下半场送到球失球，太重要的一球，我开胡了，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中了，还是要陈昌元的助攻，中了，全场都疯了，最重要我们要守这一分的积分，哦，不可能的任务哦，你可以看到，太精彩了，所以我们来讲真的是会有好事发生的，整场比赛。这个我还是跟蔡教练是一直在强调，为什么这么激动？因为我们就是上个月看到客场的比赛，中华队气势真的是荡到谷底。可是你看到今天这场比赛，会觉得说输真的很可惜。没错，啊，现在我们现场的已经起鸡皮疙瘩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刚刚夏慧送这么精准的一个传球。好，正规时间已经到了，现在呢，暂停补时补到五分钟。